完结，全为你。相框里头剩下沉默、哦、但说越刻画出我的轮廓，我已成熟，换上不同的笑容。我没有你想象中那么不堪一击的脆弱，不争不斗不代表有谁可以踩上我肩头，现实我的世界什么都有，真假交错、哦、哭过笑过爱过痛过都被经过、哦、但回忆坚持在相框里头剩下沉默、哦、但说越刻画出我的轮廓，我已成熟，换上不同的笑容，想证明就要敢追求，想飞翔就要往前走，天空如此辽阔，哇哇哇哇哇哇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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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有你想象中那么不堪一击的脆弱，不争不斗不代表有谁可以踩上我肩头，谁是我的故事里面的小王子一样，真的。可是你的歌曲又带有一点点野哦，人不可貌相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是喜欢这样吗？帅气这样，然后又有一点野这样。我喜欢，最适合你了。不，样子好像斯斯文文、乖乖的，可是却那当然，其实一达这次是再回到新加坡来做宣传嘛。那一个歌手，然后很多时候都在外国，对。然后现在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乡里头来做宣传，感觉如何？感觉呢非常开心，因为很难得可以回到新加坡，因为。自己是一个新加坡人，那却一年才回来一次，可能每次回来的压力非常的大。可是呢，非常谢谢所有支持我的歌迷朋友，因为呢，没有你们，我可能会就没有办法去，就是推广新加坡人的音乐。对，为什么说压力很大呢？支持者很多啊，在新加坡。哇，不一样哎，可能因为我是当地人。你们是不是都是来自吉义达的？你看，都是来
来支持你的，而且你这个专辑听说是参与制作啦、创作啦，一定是很有满足感了。这满足感不止满足感，我要非常谢谢就李伟松跟李思松，因为他们给我很大的机会。那而且我才是新人，就可以制作自己专辑，对，很难得。所以三个环节里面哪一个环节最难？哪一个环节最难呢、啊？我觉得，在跟沟通他们沟通的时候是最困难的时候。好，那当然，歌手的专辑需要支持，尤其是本地歌手，非常杰出的一位歌手。谢谢，谢谢我们的李思松，谢谢，谢谢，记得要把他的专辑哦，好好支持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那下来呢，送走了我们的黄义达，马上要请出四位可爱的小朋友了。是的，有请四位可爱的小朋友。